而且哦，都奥特定还有个好处哦。奥特定的好处就是呢，就是当你看透过奥特定看东西的时候，所有的物体都是正义的，对吧？会不会倒立的？不会啊。所以我们这是我们好处，就是看东西就不会，而且看牛肉片颠倒就很麻烦，脑袋没办法适应。如果戴眼镜嘛，所以它才变成眼镜。我们拿这来运用，因为我们可以看到正义的。不会啊，所以它不会啊，我刚讲不会，因为它不会啊。我们是因为它不会才拿用啊，对。好，所以这是奥多金的神像。像奥多金的神像跟朱多金的神像都是靠什么？光。都是靠什么？光的什么原理？折射。折射原理，对吧？都是折射原理哈。Yes sir。好，那我们现在看一下哈，看一下。第几页？第十题，学习单的第四单元的第十题。第十题是说明光的反射现象哈，都没有底哈。光的折射现象有问题？有问题？十一题，没有问题哈。啊，举例说明凹透镜、凹面镜跟凸面镜的用途。这你有些人都写了，我看到哈。你们学习单呢，最好能够每个礼拜都交一次。每个礼拜教一次，让我教你现在做到哪里，让哪里不会。尽量。啊、哦，一定要让我知道一下。然后我们下次上课什么时候？礼拜五。礼拜五，所以礼拜五一样，那一天上完课之后把作业交给我。有可能上课，有可能作业，不一定。有可能上课，有可能作业。啊，如果不管怎样，那天上完课之后作业给我。好了，第十五题，牛顿的阳光散射实验。你们知道这个实验吗？课本上讲过，有没有看过？有看过吗？有看过吗？有。其实简单来讲，它就是用个，我们可以做个简单的小小实验。好。你可以喝水，可是最好的一点。我去拿一桶水。哎，张总，哎，我们去名菜，现在去帮你拿水了。所以去帮你拿水。你爹！这是生水就是。我找不到。哎、你们在上哪里呀、啊？因为好玩就是。你是脱水了是不是？第一本啊。第一本啊。白折的。不是已经上到光了吗？是上到有第一本，还没上完呢、啊。好，这是光，这是有颜色的光。哪个？有晚上吗？有，白色。白色对。好，这样好厉害，镜子。三棱镜呢？三棱镜。哎，现在有办法等一下。白色。看吗？左边。
么都让你哥检查，你不检查一下吗？不好意思，我们可以不让他，让他永远都。你椅子都勾到，你不检查一下？你好酷哦！对，可以把他的腿打过。我这边使用对不对？对对对，正确使用。好，现在慢慢放开，放开，会咬到。可以从肌肉那边。会咬到那个别的哥怎么去？这种肌肉。好，看一下哈。简单来讲呢，刚解释一下它刚的现象。再来，这是镜子。我们阳光过来的时候，它能反射过去，对不对？可是当我这边有一层薄膜，薄膜的时候呢，我的阳光经过这个水会怎么样？折射。会有折射跟反射嘛？所以有一层就从这边就折射出去了，有一部分到下面才折射出去。那这两个波，这个光波，对不对？都是光波。蓝色。光波都是波，会有怎么样？会有干涉现象。干涉现象是什么？第二，假设我这边有一个波是这个样子，我们学过波了嘛？我第一个波，如果是这个样子，抵消。这抵消没有，都非常好。那如果第二个波也是这个样子呢？我如果第二个波也是这样子呢？共振。这边第一个。会被加强，第一个，然后会被加强，加强是什么？加强是这样子，变成了，成了没错。我本来是只有移动白色的距离，可是我加上蓝色的距离，就变两倍的距离。好，它叫做这叫做干涉现象，就是我们抵消一半，有可能抵消一半。假设我另外一个波是长这样子，假设我第一个波是这个样子，我第二个波是这样子，会怎么样呢？我们来看一下哈，在这边它要一起上来。到这边的时候，你看一个是还是往上，一个往下，可能它就掉下来。那到这边的话，基本上是，只有上到黄色的距离，所以它上到这边来。到这个地方呢，它上到白色的距离，它就下来到这边。啊，到这边呢是两个加成，所以它又往下走一点。到这边开始往后退了，到这边的时候呢，只有黄色的距离，所以它退到这边来。到这边的时候呢，它在哪里？它基本上是被抵消掉了。到这边的时候呢，它比较靠近这里。你知道画什么吗？我画每个点上，你要把这个高度跟这个高度相加，就它现在的位置。就是。啊，我画这边，这个高度跟高度相加，它就会掉在这里。所以你可以画出它每个点上的可能位置。我觉得很差。啊，你可以画它每个点的可能位置。所以这个蓝色的波就是白色的波加上红色的波，黄色的波。会变成蓝色的波，这是一种合成波。我们那时候讲说，讲那个什么音色的时候，记不记得讲音色的时候？音色的时候我们讲过，那个大的波会带着小的波的意思哈，就是白色的波跟黄色的波的组合变成蓝色的波，好，这波会变得不一样。同样道理，你看，我第一个波打到这个水面就反射出去了。我第二个波是打到镜子再反射出去，好像这中间有没有间隔？有间隔的意思相当于什么？就相当于是我两条绳子，第一个波前进的一段距离之后，我在第二个波打出去，所以这时候两个波有个距离，两个波有个距离的意思相当于这样子，我们再画一次哈。这第一个波，第二个波晚了一点点出去，所以第二个波会怎么样？会可能变成这样子。好，我想，虽然它会加起来会有高有低，有高有低，就会有不一样。那你为什么没有抵消？有时候也会抵消。那我们的光呢，是各种各种不同的光，就是红光、蓝光、绿光，红橙黄绿蓝靛紫，啊，它这七种颜色。它有些光就被抵消了，有些光就会存在，而且被加强。所以照起来会看，红光如果被加强的地方，它就出现红色的。蓝光如果被加强，就变出现蓝色的。身体可以说，红光出现的时候，其他光都是被抵消掉的，就会消失不见，它会变成红橙黄绿蓝靛紫，就会出现这样。所以这是一种光线的光波的干涉现象。哦。光波的干涉现象。那彩虹也是一样哦。彩虹怎么样？这是水珠。水珠。对。阳光从这边过来的时候，进去会在那边有一个折射，对不对？那有一个呢是反射吧？啊？不是反射吧？哦，这是反射 ，sorry， 反射。那第二个它是进去之后，它有一个折射，对不对？对
那光线进去之后呢，它先折射。那为什么画出这样折射的区域？我不知道。因为光的波长不一样，光里面有很多不同波长。啊。光不同波长呢，它每个波长的折射角度不一样。虽然进去之后它折射成这样子，然后再反射，反射都是这个光的反射。那为什么不会继续折射出去？也会，这会也会透出来嘛，这会透出来，这个样子哈。对。好，那这样折射出去，也会折射出去。好，那透，那另外一个边呢？是这样子。啊，这反射的话是这个样子的话是这个样子，然后这边出去又会折射，对，刚边怎么折射？又折射一次。月亮好帅，好棒棒。好，那折射出来哈。那你折射，这是两次折射，两次折射，然后还有直接的光线，我直接过来，那直接上面过来。OK， 然后另外一个是。一般来讲看彩虹会固定角度，对不对？记不记得？看彩虹固定角度吧。固定角度，固定角度的话，它一个角度是上一点，一个角度是下面一点，对不对？所以有时候彩虹，你正常看彩虹是一条彩虹，如果运气好，可以看到两条彩虹。印象是这样的，对不对？啊，这就是有固定角度哦。对。那个角度呢，它刚好是可以产生两次折射的干涉，这光波在一起。会形成第一道彩虹，那第二道彩虹是两次干涉，所以第二道彩虹那种比较弱一点，有没有印象？没有印象，我们先来看。哎呀，有鬼！需要不用看了。有。OK。需要看吗？要。啊？要。我们看一下。那你是要站起来？那要移动一下啊。这好大，好大。我好累。蓝狗。来，你们家到底有阳光就能看到彩虹吗？我要喷，我要喷，我要喷它。
早期呢？上课啊！早期有人说，方便。有人说光是七个颜色嘛，好，就是六个颜色组成的。那就是那时候分析师啊，可是现在的分析师上光是三个颜色组成的，哪三个颜色？红、黄、蓝、绿。绿的。可是光的三颜色跟三颜色不是不一样的？对，不一样哈。我们讲光的三颜色，光的三颜色。是红蓝绿，红蓝绿，红蓝绿，蓝绿绿绿绿绿啊！这个部分如果你学过网页程式的话，就知道了哈。RPG， 好 ，RPG 哈，红蓝绿像 RPG， 对 ，B 是 blue 嘛 ，blue green 哈。那如果颜色的三颜色，颜色三颜色什么 ？White， 黄。Y 黄 R Y R P 黄黄蓝黄蓝蓝红红红蓝然后呢红蓝蓝 B R Y 啊，基本上你可以说是复古色嘛，复古色红色复古色蓝色蓝色复古色红色复古色绿色复古色是黄色，因为颜色的部分呢，我们想哈、啊，像我这个地方看到绿色，为什么看到绿色？因为其他颜色被吸收了，其他颜色被吸收了，其他颜色被吸收，所以它只有剩下绿色。那黄色、绿色的光是什么？假设我们打在一个绿色光，什么意思？绿色光跟绿色颜色是哪里不一样？蓝色加黄色。不是，绿色光就是绿色光，它只有绿色，对，它没有别的颜色。那我假设绿色光。黄色光，没有黄色光，绿色光、红色光和蓝色光，它变什么？白色。它变白色光，它变白色光。可是呢，绿色颜色、红色颜色，再加上黄色，不是说错了，黄色的颜色、红色的颜色加蓝色颜色混在一起变什么颜色？黑色。它变黑色。为什么变黑色？因为。那你想一下吧。因为看蓝色颜色表示什么？表示这个色颜色会吸收黄色跟红色。红色的颜色呢，表示它什么？这颜色会吸收黄色跟蓝色。黄色的颜料表示什么？这颜料会吸收红色跟蓝色。所以当你把混在一起的时候，是有时候颜色被吸收了，就变黑色了，懂意思吗？黄色加蓝色是什么？是绿色。黄色加蓝色是什么？是绿色。是绿色，是绿色。啊，这是颜色的部分。黄色加黄色是什么？我不太清楚哎，这个颜色学有没有去学过？橘色，橘色。啊，但是黄色加蓝色的颜色。光不一样哦，光如果你们学过网页程式吧？没有。没有。我觉得应该。啊，帮我加一下手机，我拿电脑来一下。拿什么啦？我想到了，我想到一个类似。欧式吗？现在更强。欧式吗？跳动还是黄色？我把这个又不同颜色。输入多少嘛哈？对对对，所以实际上我们可以从你控制红光、蓝光、绿光的比例哈，我们可以做出各种颜色。我们现在的彩色就这样做出来啊？弄不出黑光。黑光可以啊，就全部都不输出了，全部都没有光就是黑色了，不是吗？那还有这样子的这样作弊？什么作弊？你现在之所以看到颜色是因为有光啊，啊没有光的话什么颜色？黑光。黑色啊。那之前到处都是黑光。现在怎么样？你现在不是可以看到我？那没有光的时候就都是黑光。没有光的时候就是黑，所以哈。作业写的。什么？我说黑光。作业谁？Thank you.
程式哈。啊。B O 八一。啊八一。B B G color。F F D。你可以想象它的开关就是从零零到 FF。那个先看一下这边哦，先看一下啊，现在是红绿蓝哈，那我们看一下，我先把 FF 移到最后面来，所以它六个数字哈，代表的是六个数字这个光线的大小，是蓝色。啊，这问题，那你看我如果全部都关掉是什么颜色？黑色。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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黑色哈，那全部都打开呢？黑色。就白色。HI。那如果关一部分呢？我如果把这变成……这就是……红星星好了。红加白是什么颜色？紫色。红，你看我想把这个啊变零零啊，这是红加绿，对不对？是绿哦。第一个是红嘛，第前面两个 FF 是红，对不对？中间两个 FF 是绿，对不对？黄色。现在红加绿是什么颜色？黄色。黄色。黄色为什么？红加绿啊。红加绿，红光加绿光，红光加绿光就是。好，那我们再下一个看，红色加蓝色是什么？紫色。紫色嘛，它是有点，紫色。好，紫色。粉色加灯色，是是它紫色。好，那我如果把它变成是绿色加蓝色，变成什么颜色？蓝绿色。蓝是浅。蓝绿色啊。浅蓝色那种颜色，就这样。这个在那个彩色类电机，就是有点像你的外套的颜色啊。OK， 那我们如果加一点点呢？一点点红色，我们加三三好了，一百是什么？一点点红色，哎，没有，没有，满是，我没有开，我没有。哦 ，FF 就是。好，那再多一点点哈，再多一点点，用88好了。变浅了嘛？啊，越多的话变越白，对不对？我如果到 AA 呢，会变什么？九 AA 就更多。没有。更多是更白啊，好，你要想，这叫十六进位，是从零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十二三十四十五的意思，所以 A 就代表十 ，B 代表十一 ，C 代表十二 ，D 代表十三 ，E 代表十四 ，F 代表十五，这样懂意思吗？所以 A 就是一零一零，对，一零一零，好，可以这样想啊，但它不会叫一零一零，它是。十两个十在一起，啊，但是不能讲一零，它就 A 十十。啊，这十六进位，这十六进位的十六进位的概念哈，那个把水放下来，不要浪费。就是好，那我们如果把它相对来讲，我们把它稍微缩小一点，我们把这变成五五，然后这边也是稍微缩小一点，假设这是九九嘛，会变什么颜色？没有变吗？所以一是很接近。啊，那偏蓝色，为什么呢？因为我们的 FF 很强，对不对？嗯。啊，那我们如果把 FF 也稍微缩小一点，变 AA 好了。嗯。AA。嗯。为什么没进去 ？AA 比九九再高一点。日。AA。AA。啊，那变你。哎呦。好，那变成比较暗的颜色哈，比较暗的。你的颜色越数字越小，表示光被关掉了。黄色调强，好吧，黄色调强，啊，调到多少？调到 A， 调到 B， 好 ，B B。嗯。哎呦。啊。啊。因为红色变强了，那好，那我们现在做一个简单的一个色盘哦。所以它可以多多彩虹吗 ？A go， 可以啊，那你多多。那我要分。A go。我如果把这个移过来这边，红色、蓝色、绿色，把这个移过来这边。
红色、绿色、蓝色。然后变什么？会变成我不知道是什么东西。table 一格一格的吗？本来吗？哎、欸，我看到了，太小了，我看到好那个。太小了，然后一格一格。好小。可是我怎么没看到红色？所以它是彩虹的。哦，是修一，我怎么看到红色？这是语法啦，如果你没有学的话，就。是承认在弄。承认跟承认什么关系 ？table 是什么 ？table 是表格的意思啊。哦。啊。我们可以说加快 h d i g h t 等于二十。啊，那个宽度对不对？啊，那我们现在做另外一行哈、啊，我们逐步的把另外的颜色加增加一点。啊。干嘛？我们把这个 A A。可以。好，让他。A B。对不起。B B 都在 A 好了，那 B B 又来 B B， 等一下啦。哎呀，没有哎，这个有意哦，橘色好看。啊，那如果把它变成什么 ？C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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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B B， 那是 C C， 我们都一样啊，我们感觉差别。那 D D， 好，它颜色可以变化。所以你可以想，可以想象，我们用三个颜色的调整，实际上可以做出千变万化的颜色。好、啊。所以彩色电池就是这三个颜色。那你看哦，早期我们的雷射啊，不是一开始有先发明出红光雷射，接下来发明是什么？绿光雷射。现在发明出蓝光雷射，而且拿到蓝光雷射那个就拿到诺贝尔奖，日本人。为什么他拿到蓝光雷射很重要？就有三颜色。这个就三颜色。就可以做用 LED 做出三颜色的效果，就可以做出千变万化的颜色，啊，所以像我们的 LED 灯啊，有那种叫做 RGB 的 LED 灯，它看起来是一个灯，它四只脚出来，你可以控制它显示出任何颜色，就因为蓝光雷射已经蓝光的那个已经发明出来了。哦，雷射笔不是用彩色的？对，雷射笔。雷射笔。所以假设我三支雷射笔，对，我三支雷射笔，我三支雷射笔打出去的时候，我就可以在我的墙上画出彩色。好帅、啊！有看过这种动画吗？有。没看过。有。我们现在在找，在放在那个社群里面呢，大家来看一下。所以这样子对颜色有一点概念吗？我们现在只有三个颜色，是哪三个颜色？原来的颜色，三原色，哪三个？黄绿蓝哈，黄绿蓝。好。接下来继续啊。所以这是颜色的部分了。那我们来看一下。所以现在有概念吗？我红色的衣服，它之所以显示红色，是为什么？因为它吸收了除了红色以外的颜色，它反射出红色的光，好，就这样，这么简单哈。好，那我如果把红色的光打到蓝色的衣服，你会看到什么颜色？红色的光，没有，没有什么？有，没有红色，那什么颜色？蓝色。会看到蓝色吗？红色的光打到蓝色的衣服。黄色光打到蓝色衣服，会变色，会变黑色，因为光被蓝色衣服吸收了。蓝色衣服会吸收什么光？红色跟绿色，对不对？所以把红光打上去的时候就被吸收了。所以这个衣服会被这个蓝色衣服会反射出任何光。可是那蓝色的呢？啊？那蓝色也被吸收了。没有蓝色光，我当然这个当然一个前提是我们在一个乌漆嘛黑的房间里面，我如果打出红色的光。红色光打到蓝色的衣服，因为它的衣服是什么颜色？黑色。好帅。好，就没有颜色的衣服啊。那懂意思吗？哦。所以为什么暗房里面呢？有时候暗房里面他们不能完全没有光，没有光没办法工作，所以他点什么灯？白灯。他点一个小小的红灯，红光。好，他点一个小小的红光。红不是对眼睛吗？耶，红色会对眼睛。暗房是吸光的吗？啊？你说暗房是洗底片？洗底片的暗房，对。啊，现在已经很少暗房了，刚才还是有的哈。好，接下来我们看一下，我们要进入到第五章了。第五章是温度的。怎么突然讲到第五章，都突然大家有点沉闷了哈？不要那么残忍，不要那么残忍是什么意思？